爱翻天。下雨。
舍利弗，众生无有众苦难受，除了苦名，极乐有舍利弗。
离婆提诃婆多提中南山其中罗王其中恒树其十四八愁常为老师故彼国名为极乐有舍离佛极乐国土有七宝十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此地存一金沙菩提寺遍皆道尽一流离婆离合尘上有罗格一尽一流离婆离合其之诸玛瑙诃耶识之之中莲花塔卢遮伦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相皆舍利佛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有舍利佛彼佛国土常作天愿王即为地昼夜流思于天曼陀罗花极罗众生常以金丹各一各身中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及世世还到本国凡事尽心舍利佛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福智舍利佛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百合孔雀鹦鹉舍利迦林并皆公民之鸟四处众鸟昼夜流四处和雅音其音演唱无根无力其菩提梵法身道分如是等法极乐众生闻是因一切心念佛念法念身舍利佛如无为之鸟四时最宝所生所以者何彼佛国土无三恶道舍利佛其佛国土三无恶道之名何况有世事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以力法愿宣六变化所作舍利佛彼佛国土为风吹动诸宝行数及宝罗王诸为妙音毗卢百千众乐同时具作闻是因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身之心舍利佛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舍利佛以卢以云何彼佛何故号阿弥陀舍利佛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有舍利佛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而生其皆故名阿弥陀舍利佛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世界有舍利佛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见阿罗汉非是传说之所能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舍利佛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有舍利佛极乐国土众生顺者皆是阿毗跋致其中多有一生不住其数甚多非是传说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而生其所舍利佛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悉彼国所以者何得以如是诸上善人具为一处舍利佛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舍利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知之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是阿弥陀佛以诸身中现在其前世人终是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舍利佛我见是离故所持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舍利佛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地同方已有阿处彼佛须弥香佛那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当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光常色相遍佛三千大千世界所成是阎罗等众生当行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佛南方世界有日月等佛明文光佛大眼见佛须弥等佛无量精进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光常色相遍佛三千大千世界所成是阎罗等众生当行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佛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藏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金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光
藏色相遍破三千大千世界所成誓言若等众生当心是成长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念皆舍利佛西方世界有眼前佛垂身眼佛南俱佛日生佛王明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所广藏色相遍破三千大千世界所成誓言若等众生当心是成长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念皆舍利佛下方世界有狮子佛明文佛明光佛达摩佛法藏佛此法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所广藏色相遍破三千大千世界所成誓言若等众生当心是成长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念皆舍利佛下方世界有梵音佛殊王佛相上佛相广佛大眼见佛杂色佛化眼身佛娑罗殊王佛宝华等佛见一切依佛如须弥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所广藏色相遍破三千大千世界所成誓言若等众生当心是成长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念皆舍利佛于罗衣云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念皆舍利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所持者即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念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舍利佛如等皆当心受我于其诸佛所说舍利佛若有人以法缘经法缘当法缘于生阿弥陀佛过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依彼国土罗一生罗今生罗当生是故舍利佛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心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舍利佛如我今者成长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成长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誓言释迦牟尼佛能为生来稀有此事能于娑婆国土作世界作见作烦恼作众生作民作众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所示一切世界难行之法舍利佛当知我于无作恶事行之难事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界所示难行之法是为生难佛所持经以舍利佛记住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欢喜心受作礼而去佛说阿弥陀经把一切业障根本的身经多多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揭多耶多提耶多阿弥利多罗比阿弥利多悉达摩比阿弥利多比迦兰帝阿弥利多比迦兰多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揭多耶多提耶多阿弥利多罗比阿弥利多悉达摩比阿弥利多比迦兰帝阿弥利多比迦兰多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揭多耶多提耶多阿弥利多罗比阿弥利多悉达摩比阿弥利多比迦兰帝阿弥利多比迦兰多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萨
Yeah.
生今生相逢光明大悲
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揭哆，耶哆帝耶他，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他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毗尼揭揭那智多迦帝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揭哆，耶哆帝耶他，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他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毗尼揭揭那智多迦帝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揭哆，耶哆帝耶他，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他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毗尼揭揭那智多迦帝萨婆诃。南无萨瓦腾达耶哆波罗之地阿含三波那耶三波那耶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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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瓦腾达耶哆波罗之地阿含三波那耶三波那耶吽。南无萨瓦腾达耶哆波罗之地阿含三波那耶三波那耶吽。南无萨瓦腾达耶哆波罗之地阿含三波那耶三波那耶吽。南无萨瓦腾达耶哆波罗之地三波那耶三波那耶吽。南无萨瓦腾达耶哆波罗之地阿含三波那耶三波那耶吽。南无娑罗诃耶腾达耶哆耶腾智他娑罗娑罗跋赖娑罗跋赖娑罗萨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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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娑罗诃耶腾达耶哆耶腾智他娑罗娑罗跋赖
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南无娑罗婆耶，昙他耶哆耶，昙智他唵娑罗娑罗本来娑罗诃来娑罗萨婆诃。南无娑罗婆耶，昙他耶哆耶，昙智他唵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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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娑罗萨婆诃。阿耶耶那三宝哇法日来吽，阿耶耶那三宝哇法日来吽，阿耶耶那三宝哇法日来吽，莲池。
子生命电视台，梵音妙语时时闻，菩提花朵处处开，弘扬佛陀众善法，慈悲喜舍乐开怀。各位菩萨，阿弥陀佛。生命电视台是世界性的生命大道场，弘扬佛陀所有正法，放生、护生、吃素、念佛、诵经、持咒，帮助贫穷、造佛像、造佛塔，各种正法的国际世界大道场。所以希望你也来参与，也更期望你来护持，让这个国际世界大道场能够弘扬佛陀正法，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更感恩各位不断的护持跟关心。阿弥陀佛。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八关斋戒、护生、点万灯、供万水暨慈悲施食法会，恭请湛勇法师主法。日期11月11号星期六上午8点半，地点云林观音讲堂。地址：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联络电话：05-633-1565，05-633-1565。上午8点，于斗南火车站备有接驳车。生命电视屏东东港中心举办点万灯、供万水、限时供、护生、药供暨慈悲施食法会，恭请湛勇法师领众。日期11月14号星期二下午3点，地点坎顶护生园区。地址：屏东县坎顶乡月溪村民权路20-6号，联络电话：
0883237279，0883237279。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地方曾经的名字叫让王古庙，这个记述的是一个历史故事啊，就是商朝的时候商朝的时候，我们知道最后一代皇帝商纣王，当时全国最发达的当下面的诸侯国商朝下面的诸侯国最有力量的就是文王，周文王。所以当时商汤王